牛排在铁盘上滋滋作响，瞬间香气四溢，表面油油亮亮，熟度恰到好处，热腾腾的牛排上桌，色香味俱全，一切开油花均匀分布。疫情期间，很多民众订外送，不过有人在网络po文，在中部的某家餐厅点了七分熟的牛排，剪开后发现有白色的条状物，对方还告诉他这是豆芽菜，宣称自己读过生物学，不可能是寄生虫，让原po无法接受。从这个照片来看的话，应该是筋，不同部位它的筋的粗细也会有不一样。那当然有些像牛小排的话，它的筋也藏在里面，筋它是会比较嫩。比较有咬劲一点。其实牛肉筋的多寡跟部位有很大的关系，通常菲力油脂较少，口感软嫩，也是俗称的腰内肉，乐眼有丰富的油花，嫩度仅次于菲力。牛小排则是扎实有筋有嚼劲，手一点会比较好咬。而要辨别你买的牛排是不是坏掉，有个小技巧要告诉你。如果牛肉里面有寄生虫的话，那块牛肉我想你应该闻起来就已经是臭的了。如果会有疑虑，民众买到牛排可以先闻闻看，吃下肚也比较安心。三立新闻国语选手王怡台北采访报道。